饮到这么高哦。哎。哦。啊，你呢？你人伫底？你要看？我也伊啊，做门城啊，门城我那走安安，哎，门城安尼。饮城门城嘛，饮饮这么高就对了。敬仰上林，有些就配知影恁，知影恁安尼食安尼着水灾，伊安足烦恼的。妈，阮就坐浙江吼来甲你祝福。虽然物件歹去，可是呢，囝，系啊，嘛搁伫个，咱人平安就好，人平安就好。系啊系啊，只要青山在，留着青山在，对对对，那时候一直淹水，就是这样想。对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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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，真的，主公唔甘，吼嘛搁。袂放心大家，吼、欸，所以希望大家身体爱顾好。啊，这回足感谢，感谢咱所有的师兄师姐来帮忙，送物资给大家灾民有饭可吃啦。啊，无干啦，咱啊光说吼，能力也不够啦。阿边哦，我的砖头在上困难的时阵哦，拢有看到咱朱泽林哦，所以哦。尤其我今仔看到恁哦，我非常的感动。啊，一只哦，再就啊，大家哦，感谢一下。感恩感恩。好。在南部里呢，这已经呢十多天了。823下了大雨，严重的是台南。还有嘉义、布袋等等啊，这东石等等，真多真多的乡村都已经泡在了那水中里。我们的慈济人呐、啊，也有受灾的，但是放下家庭，有灾。这样的水泡在家里半腰高，那放下，及时赶快配合整队慈济人的队伍啊，浩荡场投入啦、啊，去做关怀，及时了解，就这样的投入，而且呢。好，看到他们在水中，啊，又要去清扫，我担心啊。好在呢，好几年前，也是水淹得很大，有一位脚打到迄个顶啊，被顶啊正过迄个椅些，就擦真深啦，好真唔甘啦。所以呢，我就跟大爱科技拜托您专心研究有没有办法，迄、那个下底啦，能有打到顶啊呢，脚骨未擦掉，勉励他们去研发。他们真正的研发出来了，还有呢，研发。割不破的手套，做成这样子，坚持经过不断的测试跟上人的指导，这样子能够做成，是说这样，不会去穿刺，而且就能够就在保护我们的手脚，这是相当安全。这是他防刺，然后搬东西，他的那个抓性比较强，是还蛮好用的。那些木板的那些杂物会怕刺到光面的时候，那我们就没办法执行底下的那个救灾任务。防刺的这些手套，我相信对我们官兵弟兄在执行清扫工作的时候，都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防护。那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感谢慈济这个大爱的精神。这一回呢，真正的发挥大用，他们的手手套，我问说好不好用啊？一下未下，他们都说。很好用，而且我们这样的安全保护啦，也送给阿兵哥。这个阿兵哥啦，他们也是呢，很感恩他们投入这种
对老人迄内底物件爱搬出来等等啊，慈济呢也把这样的送给他，真的也很感恩呐、啊。前面的用心在付出，用力在做，我们也要时常去思考如何呢能让他都平安，其实也是很重要，也更感恩呐、啊。我们的菩萨哈、哦，安尼无话可，他们呢日以继夜的安尼滴滴出去哈、哦，无忍心停落来，不忍心呐、啊。我家己吼、哦，真唔甘，真的很不舍，但是呢。看到那一群老人家了，儿女都是离乡背弃，那老人相依或者是独居，真正是无忍心呐。所以尽管仅不舍自供菩萨那么累那么累，但是想到了这老人家或者是残疾人，总而言之啦，他们这熬了这么多天，更感恩医疗。医疗啊，我们大理呢，赖院长带动了我们全院的医护同仁，还有行政同仁，活路，不管是这地震。或者是清扫，或者是家访，我们大林慈院呢没有缺席，一定负一定主领丁丁带动了他们的科系。十天就是这样了，很用心，也感恩呐、啊，台北赵院长，他也是把握时间哦，前天呐、啊，从台北呢，医护人员带下去了，投入台南的医疗关怀。啊，现在这个主题哦，现在这个机会，大家来为民服务。哇，我要看这个台北病院的啊，内科，这都是呢，很感动啊！这乡亲用广播的台北的医生要来哦，哇，大家人听到欢喜拥有啊，感恩。昨天还有呢，简院长同样呢也是这样投入。带了我们医护也有20多年投入哦，老人家走不出来的，我们走进去，看到那样的细心，阿嬷的受伤，那这样的肝胆满手口，就安尼打起来，你看已经发红起来了啦。假如我们没有去在那样的脏水，实在是不知道又会变成怎样。总而言之啦，不管是自业体，或者是呢我们的自供菩萨，还有仁医会，哦，从第一天的投入一直到现在。我想我们的仁医会平常虽然都在中部地区嘛，国外正在我们的仁医会都有过去嘛，自己在我们的乡亲嘛，我们更应该来。老人家如果没有亲人的照顾，当然会比较辛苦，尤其是这个水灾之后，我们人做有限，但是至少在这一段时间让他们觉得说，我们慈济然后有医护人员在这边陪伴他，给他们暂时解除他们的一些身体上的一些辛苦，这都是呢，过地的，自己开业的仁医会，这都是长年累业啊，20多年，
如一日，缺少不了这一大群呢，散播在社会里各有开业的意思，也同样的投进来。哎呀，哎呀，真的我们要很珍惜啦，我们要用虔诚的心来祝福，期待能天下平安呐、啊！是啊，这都是需要的，是人人的爱心，人人的虔诚的心。所以我们要互相勉励，请认真用心啊！